你这金条多少钱一颗买的？这个，410。410？买的不便宜呢，还行吧。最近价格就这样，二十克整整的。给大哥加工一个20克的小戒指啊，大概，就是自己买了一根金条嘛，拿过来加工。然后好多人问我说，你们家是不是零损耗？其实我告诉你们啊，零损耗有点不是特别可能，我们是包损耗。就比如说大哥拿过来20克，对吧？他想做一款，男款的黄金戒指，我做出来过后19克多，然后他少多少的话，我就按照当天的金价，我给他折成现钱就行了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给他融成小金豆，他拿回去自己存着也行，但是绝对不是零损耗，只有损耗，但是我们商家承担了而已。喜欢的话帮老弟点个赞，我是你们城市大地，一会儿直播去，有上手的效果。然后做好了，然后给你戴上，效果还是可以的。慢走啊，拜拜。